OK， 大家好，这是我们家现在种的是茂谷橘子的品种茂谷。那我们在茂谷差不多在六七月份的时候会喷这个碳酸钙美容保护作用，它可以防日晒，不让你的橘子被烈日晒到变黑、过熟，对，应该是变黑。对，然后我们家主要用的是易蜡。配合这碳酸钙使用，用全员喷洒的，所以这叶子这边全都会是白白的，对，这都是白色的，对。但是这个好处是工作轻松，对，喷洒范围广，一次可能一天我就可以完成所有工作。那坏处就是最近连日下雨，那一场雨下来，它这就会剥落掉漆，它粘着性不高，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喷洒第二次。去补强，做补强的动作。那一般的果农是指涂撒，在他们是用涂抹橘子的方式，这些不会去动到，对，那是比较费工的。但是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它的粘着性比较高。那我这是粘着性比较差，我们需要一直去补强，一直补强。但是对方只要一次就够。那各有好坏，就是工的问题。那像到这个月份，像这一类的。小果子会真的慢慢冒出来，它会多，因为橘子是几乎是一年四季都会开花，一直长小果。像这一种，它就是不对时间的水果，但这个时候我都会把它摘掉，要不然它会抢养分。那这就要比赛。